不会，不过很想学，苦于没人指点，不能无师自通。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人和你一样身手不凡，而且轻功特别好。啊，那一定是高手，宋孝贤这个老贼，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二哥，你的伤刚好，可不能没天没地的练功啊。刘弟，你跟我走一趟，我不相信干不掉这个老贼。